有关于好像在追捕的过程中有远景受伤，是不是？他是怎么受伤的？然后伤的程度为何？那我们警方到场之后啊，将两名犯嫌哦，在场的犯嫌哦，两名哦，把他弃捕到案。那其他的犯嫌哦，要驾车哦离去之时啊，我们一名远景啊，立即啊追捕。那在追捕的过程中哦，遭到哦同车的不明的犯嫌啊，持利器啊，割伤哦左手指的关节连接处啊，大约啊有3公分的伤口。那我们分局啊获知之后啊，立即哦指派专人哦陪同就医哦，并表达慰问之意。